天教大家做一个超级好吃的蒸鲫鱼。处理干净的鲫鱼，先放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姜，里里外外抹匀，再腌20分钟。腌好后再清洗一下，将片垫底，再放鲫鱼上去蒸12分钟。蒸鱼的时候，按屏幕上的配料调一个灵魂料汁，记得生抽多放点哦。鱼蒸好后，再把调好的料汁淋上去，再大火蒸3分钟即可。最后放葱丝或葱花，再淋上热油就可以了。这样蒸出来的鲫鱼非常鲜嫩，汤汁拿来泡饭真的巨好吃。